天吧，就昨天给的。喝了我的。不是我喝了我的，你也喝了我的。单打的时候。谁让孙颖莎喝的你的？曼玉喝的我的，我也喝了我的，喝一瓶。太投入了啊！太投入了。来，三二一，姚平比较的是谁的？莎莎此刻有点懵。莎莎来来来，帮我来说一下为什么是平比较莎莎？为什么想要平比莎莎的？而且不经过我们允许。我觉得决赛无论对手是谁吧，必将是一场艰苦的比赛，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开局方面也能像今天一样上来准备比较充分，然后调动比较快，能够打出团队的气势。Sometimes I wish you know I can fly high, I can go low. Today I got a million, tomorrow I don't know.Hope's collection plate is never empty. 比较困难。我选一个类似于像他这种特别的纠结，选择困难。看你这点有点像好帅啊！最近有进步，这好帅，最近都买了。对了，对了，最近都买好帅，好帅是打了，在国外买衣服得打，从中国打到那个各个国家都打完，查完这个价钱之后，然后确定下来，电话费比差价还贵。这个用品是最便宜的，可以买了。说跟我做过的一件事情。浩哥小时候老带我喝酒去，我跟浩哥老住一房间，浩哥老带我喝酒，酒量就这么练出来的，全浩哥培养出来的。我老带你喝酒，我是被你给培养的。洗头的用这个卷发耳圈最好。你太好了，这下子你在啊，穿最高级。我从来不用，我全给他们带了。浩哥一直走的时尚最前沿的。你也用洗头啊？就真的是打不过。那你对这个问题，你们两个有什么样的看法？然后我真看了那段采访，然后觉得他们两个说的非常好。在我没退役之前，他们我希望他们每次采访就是这两句吧。Oh God, please no, no。水星发球轮次啊是连得两分，追到了8-8。刘国梁主席、马林指导、李隼指导都站起来为这一球而喝彩啊！尤其是这一分，许昕兜过来拉的球其实很转，